尾后我上车，搁查到。嗯，安尼隔多久？差不多过两个月吧，两个多月。啊，两个月搁抓一遍哦。啊，这回就无到啊，这个警察是死拢无爱放。啊，你是迄个零点几点？零加嘛是两三点。嗯，嘿，九点出来。无，迄阵已经出来要开车要就迄个高架桥。嗯，我想讲就高架迄。店甲高架桥差不多差几百公尺，我是讲即关过去，七百里，你都未阁查袂到啊嘛，你无可能去桥顶查嘛。结果伊去桥顶无甲一百公尺，伫遐查，我嘛是在桥上堵哦。要就桥差一百公尺，伊就安尼甲我是讲啊，系啊系啊，会啊，一关迄根本拢未走中诶，无法度啊。你个警察硬干吼，什么都不讲，你给我吹，你没有在讲我罗有志呢，我认识分局长。吹三遍。后来我都知道吼，他们警察有一个东西，就是遇到这种人物，他们无线电会叫，特殊人物酒醉驾车，请求支援。你知道那无线电是画好像天地价，我一个六台，伊就是要画好地价天。我知影说我讲好，你卖画。你卖我配合，迄个去分哦，比顶回零点八六个较济，零点八九，零点八九，